狗吃鸡爪子死亡率。狗吃鸡爪的死亡率不是太高，一般在30%左右，但还是要注意鸡骨头容易划伤狗狗的食道或肠胃，严重时甚至会引发肠梗阻。最好不要给狗狗吃鸡爪，因为有三大隐患：一、鸡爪上有尖锐的指甲，容易划伤狗狗的口腔和食道，造成炎症和感染；二、鸡爪的骨头太过细小而且坚硬，狗狗嚼碎后很容易形成尖锐的骨刺，一旦卡在狗狗的肠道或食道是非常危险的；三、鸡爪不易消化，很可能会导致狗狗出现腹泻、呕吐、消化不良等症状。